哎，芭比，快跑！你在这儿干什么？我不是一直在这边画画吗？。他是我们这边的摄影师，这是我男朋友阿德。你好，芭比，我们赶紧回家吧。给你们拍照吧。好啊。一二三。怎么样？你看你多漂亮。到我工作室那边再拍吧。好啊，走。来。别去。走吧。换衣服吧，来。男左女右，慢慢换衣服。好。